丝团，可能就没有人组织在我出现的时候我那儿。近日，在主持人大赛后台，康辉撒贝宁讨论网络热词“饭圈女孩”，康辉竟然不知道“饭圈”有什么用语。撒贝宁向他投去了嫌弃的眼神，甚至还扬言要把自己的应援队伍解散。方面条幅、灯牌乐队，饭圈女孩是不是应该所谓爱豆来的时候都要有大规模的各种组织，拉横幅啊什么的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有个专门的词，手幅。对此，网友评论道：“这两人也太可爱了吧！一个不懂饭圈文化，一个只懂一点就笑别人，太可爱了。”而撒老师居然懂应援和手幅，宇文速递整理报道。手幅对，对了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一听你就不了解饭圈，那叫应援。